你俩在这商量什么呢？大点声音！我的天哪！我真是被你俩这举动给整恶心着了！我午饭都不想吃了。去吧！下午了，这是给我整了套下午茶是吗？快走！ 什么意思？在这又亲一遍是吗？太恶心了！你俩回家去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世风日下呀，高点去吧。乖，回家不利索也要效忠于我吧？非常好。 这才是霸天虎的勇士精神。这个人类做的不错，给霸天虎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榜样。好了，下去吧，记得完成你作为霸天虎的使命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真是让你给我惊呆了。 我真想把这个轮椅给你砸了，离开这儿吧，大老爷们让个女的推着，有些丢人。这还差不多，下去吧。我就是个卖艺的，你连个卖艺的都不如，还上来跟我拍照。下去吧，低等的爬虫。 你想卖艺，我还拦着看呢。哈喽什么哈喽？我是个卖艺的，下去。你这是个什么姿势？看着有点别扭。你妹妹要干什么？等我视频，手机拿反了。韩国，国外。她在哪里？韩国。那是个什么鸟地方？ 来到地球就被关在了空中，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除此之外，我哪儿都没去过。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我的头脑袋给你拧下来，可以。啊！低下来，低下来，给他磨头。告诉擎天柱，你是擎天柱派来的奸细吧？刚才还说喜欢我，你们女人可真是说变脸就变脸呐！男人就是好骗，看见了吧？ 擎天柱只会有这样的女人。哎，擎天柱抱着和你们人类做朋友的头号，我这么跟你们合？这是什么？拿着筷子过来干嘛？还凑不起一对儿来是吧？换个人上来。老公，我真是被你们人类的行为给惊呆了呀！ 先去把那个女的给我消灭，她是擎天柱的奸细。很好，打一架，我看看谁更厉害。海高点，海高点，你想把你踹下去，你信吗？嫁给我，我也可以嫁给你的。你们俩都要嫁给我，我一个都不要。别的男的不要了，我也不要。下去吧，一个都娶不到。你俩都用凤凤点点的，是哪个医院给他们放出来的？去吧。二位，我想要的你根本都没。苏州炖粉条没有些什么东西。嗯。我可以转过去。我不喜欢你了。你们那边除了什么苏州炖粉条，还有别的东西没了？还有大美女。大美女，好吧，你看起来是挺大的。 这叮叮当啷的脑袋不沉吧？没我沉，嗯，我一屁股坐死你们三个！我真替你们感到尴尬呀，兄弟！这几个娘们都是谁带来的？一句话也不会说。 下面那几个是谁？是你们的老爷们吧？啊！
个男的配了六个女的，你们知道谁是单身狗？告诉我，把手举起来。你不仅是单身狗，你还是工具人呐！去吧，离开这儿吧。你怎么也不穿裤子了？之前还知道穿个裙子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重要的情报，什么情报？这是什么？比了个心事吗？真恶心！